黑豹特别帮派保镖，黑子，我是应该叫你夏公子，还是应该叫你袁总的小婊子？上回让着你，这回让你知道爷的厉害。爷。 让你丫嘴贱！ 牵扯得住吗？没事儿，你看你的。啊！护士。 牵制住！
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啊，看一看这是几，能看清吗？这怎么上的？大将，疼吗？骨折。来，一会儿给他拍个片儿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报告。是不是毁容了？快拿镜子来给我看看。病房里没有镜子。少来，你丫兜里一直揣着一面镜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快点儿。赶紧走，我不需要你看，我丢不起这人。过两天消肿就好了。那你过两天再来。你的检查结果已经下来了，是股骨骨折，需要手术。我不手术，我保守治疗。因为您伤得比较严重，如果保守治疗的话，骨头也不容易长好，估计要静养很多天。而且生活质量也没有办法保证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手术。静养很多天，我又伤在下半身，那我手术。好。